Shut up! Jack! Pass up! Jack, pass up!见警车拦阻，人欲冲撞逃逸，民警虽依警械使用条例，对空鸣枪一发，驾驶人才下车配合盘查。民警在开车内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三包，全案依违反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。